现在讲这个潍坊进车文呢、啊，因为这个文字虽然并不算多，1654个字，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文字分段、分科讲起来比较容易明白。所以这个解释这个文字啊，把它分两段，第一是长文，第二明颂。因为后边有名嘛，名就分为一段啊，就是等于重松了。这个长文就是从这个夫夜戏瘦身这里开始，一直到后边啊，最后一页后边啊，乃为明月之前呢啊，又到这个愿白洁千生。处处同为法理，到这里为止，这是长文。乃为明月，以下是明颂啊，半生梦在空中物色，以下是明颂。现在先讲长文啊，长文有两段，按照它的意义分成两段，第一是教诫，第二是答。教诫就是教导出家人应当怎么做，境界啊，有些这个不好的不如法的地方要把它改正啊。示法是开导指示修行的方法啊，这个叫做示法。现在先讲第一段教诫，我们是顺着文字边讲边分好了，因为这个文字太多太长了，而且有些没有标点也不容易找到先讲教诫这一段。第一是摄身大犯，第二成出家游避先只是人生这个摄身是个大犯这个文字有三段。第一总名夜莺苦果，第二别遣摄身之犯，第三解释生灭死数。现在先讲第一是摄身大犯的第一段，总名夜莺苦果这一段文总名夜莺苦果就是开头两句，夫夜戏瘦身，未免行累，这两句话就叫做总名夜莺苦果，是总意。众生由烦恼业因所造成的所受的这个苦果这两句话就总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叫做总名业因苦果。别显之下才分别说明这个业因苦果的道理。夫字第一个那个夫字啊，是发语词，要讲话的开口的发语词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写文章一开头的这个发语词夜戏瘦身，我们众生由造业被这个业所缠缚，戏是等于缠缚被这个业力所系缚住那么因导而来六道轮回里受这个身体。这一句话是说明这个造业是因，受身体是结果未免行累，这是苦果这就是起信论所说的业系苦相由造业
而被这个业所束缚、所缠缚，所以就要受世间的种种苦报啊。这个所受的苦就很多很多了。业是属于过去世所造的善恶两种业因啊，详细有善业有恶业，还有善恶混杂的杂业啊，或者是善恶无记三性里面的啊，这个无记业。不过无记不属善恶，不受报，所以就不说叫做无记业，只有善恶二业才会受报。做善有善的果报，做恶有恶的果报，善恶混杂有善恶混杂的果报。现在的受到这个身体，受到这个身体就是苦果，就是结果了。现在的果，业是过去因，身是现在果。有这个身体就是由过去所造的业因而由现在这个身体啊，这叫做业系受身，就是由过去所造的业所牵引而来受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未免行累，累逃累啊，累赘的意思呢。行是身形身体，既然造业受果，有这个果报身，免不了被这个身形所拖累啊，有很多的苦恼累，就有很多的苦果了。果中有累，显示这个果不是一种，有很多的苦恼，就是众苦啊聚集在这一个身中啊。那么我们人道众生苦很多，所谓三苦、五苦、八苦、无量诸苦啊，都是由我们这些迷失的凡夫不了自己的真如自性的真心而起惑造业。既然造业被这个业力所束缚、所缠缚，就难免要受这个分断生死的苦报，要受到这个分断生死的苦报，所以有这个行累啊。我们来受身、受这个身体的时候，是由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前面曾简单讲过唯识，大家知道有这个第八识啊。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气候来先做主翁啊，来投胎的时候第八阿赖耶识最先来，那么这就是由业力来牵引他，业力牵引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而来人间受生啊，那受现在的这个身体，那么就有这个身体的苦乐的果报，就是有身形的驼累，这个累是很多苦恼啦，就是生老病死等等的苦啊。那么老子所说的无有大范，唯吾有身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制度论里面说啊，无量众生都有三种的身苦啊，例如我们人道众生有三种身体上的苦。身体上的苦是什么呢？老病死，这是身体上三种苦。心理上也有三种苦，心有三种苦。心三种苦就是贪嗔痴这三毒的根本烦恼的苦恼。我们被这个心理上的贪嗔痴所扰乱啊，苦得不得了，这是心理上的苦恼啊。还有后世的三种苦，
假如不修善业，后世难免会堕落恶鬼、畜生、地狱，有着三途之苦、三恶道的苦恼。《法句经》里面说，有好几位比丘在哪里讨论人生的苦恼啊？有人说这个贪心很苦啊，看到东西想要，看到世间的五欲想贪想受，这个就是一种苦恼。有人说嗔恨心很苦啊，我们知道这个发脾气是不好的，可是这个火气很大，动不动就想发脾气，相当苦啊。有人说没有饭吃很苦，肚子饿起来相当难受，是很苦。有人说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世间遇到种种恐怖的事情啊，例如说看到这个恶兽猛兽啊来追逐，碰到坏人啊来伤害，这是相当苦恼的事情啊。大家都在讨论，正在讨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来了，听到他们的讨论呢，佛就开示他们说，他说你们所说的都不究竟，只是偏于一边，固然你们所说的都是苦了，但是不彻底，没有明白这个苦因在哪里啊。所以佛就告诉他说，身为苦本呢、啊，身为众苦之本，有身则有苦啊，身有这个身体是众苦的啊根本啊，众犯的根源，所有的苦恼都由这个身体来。您想要离苦吗？赶快修行断烦恼，把烦恼断除了，得到极灭之乐，得到涅槃极灭之乐，那才能离苦。你不求涅槃，不修行，不可能离苦的啊。所以因此啊，祖师一开头就说明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大苦海，有身体就有苦，业绩受身呢、啊，未免行累，免不了有身就有苦的讨累的痛苦。这是总义啊，总名业因苦果。那么下面是别显色身之犯，分别说明由这个四大五蕴的色身有种种的苦恼的灾犯。禀父母之遗体，假众缘而共成，虽乃四大扶持，常相违背，无常老病，不与人齐，朝存信亡，刹那易逝。比如春霜小露，触佛即无，暗受紧疼，岂能长久？这一段文就是别显色身之犯，分别显示说明由这个色身就有这些泛滥的苦恼。禀父母之遗体，假众缘而共成，这些总说明受身的意义，就是解释第一句业系受身的那个受身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呢？禀父母之遗体，假众缘而共成，禀禀成禀成啊，我们这个身体是接受父母啊
遗留下来的身体啊，就是父精母血混合起来，加上自己的业缘啊，那么成就这个身体啊，是由父母的遗留下来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托父母所遗传啊，遗留下来的，所以叫做秉承父母之遗体。单由父母如果没有自己的业缘，也不会来受生的，所以来投胎成就这个人生，是假借众缘而共同组织成就的。这个众缘，第一，来受生的时候，父缘、母缘、自己的业缘，这个叫做三缘合合为体啊，有父有母，加上自己的过去的业力，过去的业力所感到的今生要做人的身体，这个业缘啊，那么配合父母的因缘，就成就这个身体啊。这是越自己的身体成就的缘啊，由这个父母及三缘。而单越这个身体的组织，越这个身体的组织，又要假借四大五蕴之缘啊，所以叫做众缘呢、啊。众者多也，不是一种而已，有很多啊。要四大，地、水、火、风，四大，还要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业力啊，就是这个大师啊，心性所发，受想行识的四蕴配合起来，再加上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色蕴啊，混合起来，四大五蕴共同组织成就这个身体啊，这就是所谓假众缘而共成呢啊。外也要借四大的因缘来保养这个身体，我们有了这个内四大，身体上的地水火风四大，还要有外面的四大来保养啊。假如没有大地，没有地，我们这个身体要摆在哪里呀、啊、你能腾空吗啊？你也不是飞鸟，飞鸟也要有地方站啊，它也不能一天到晚在空中飞啊。所以我们要所谓顶天立地呀、啊，脚站在地面上，离不开地。没有水你能活吗？不行的啊。那么我们一天到晚要用很多水，没有水不能生活，没有饭吃未必就饿死，没有水就要喝死了，水非常重要。打饿期的人可以不吃米饭等类，但是他要喝水，每天要喝水，他只要喝水他就能活，所以这个水非常重要，所以离开水也不能活。你能离开火吗？没有火也不能活。不但是煮饭吃东西要火，我们如果这个世间没有暖气的话，冻也要冻死啊啊！夏天虽然很热，可是没有太阳的暖气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啊，所以也离不开火。风就是空气啦，更重要，没有空气能活吗啊？没有空气就没有办法生活的，所以必定要有风啊。地水火风四大，通通都是非常重要，身体是假借这四大组织而成，而生活上也要靠这个四大来保养才能够生活。圆觉经里面说，四缘假合，妄由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啊，
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元假合而成的身体，就由这个身体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这六根跟四大中是内身体，外是外四大，这样的活合而共同成就这个身体，这假众缘而共成。这间说明我们这个身体呀，是缘成之生，因缘合合，缘成之生就有这个身体。缘尽则灭，因缘尽了，业报受满了，啊，无常来了，四大就要分散，四大归元就要灭，啊，这有生必定有灭。虽乃四大扶持，常相违背，这就是分别说明上面所说的行类，行类，这两句解释上面所说的行类，啊，身形的陶类，类罪，啊，这个情况就是说明，虽然是靠这个四大来扶持身体，啊，因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呀，它有互相扶持的功用。啊，怎么说四大有互相扶持的功用呢？水如果没有火，它就没有办法保留这个水源。啊，水里面也要有火，水的火就不会太寒冷了。啊，水的火而不寒，啊，火的水而不燥。火如果得到水的话，它不会太干燥，所以水火虽然是不相容啊，而它能够互相帮助，相助成啊，所以四大各个都有它相扶持的作用啊。虽然有互相扶持的作用，可是这四大的习性呢，都是不同的啊。身降动静不同，啊，例如风是动的，火也要上升的，啊，这个水是要静的，啊，而这个地是降的，啊，所以身降动静不同，因此它就互相乖违了，违是乖违。背是反背，虽然有扶持之功，但是彼此又互相反背，就互相伤害啊。那么因此就有生老病死的种种苦恼出来了啊。例如四大如果有一大不调，病就要生；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啊。所以这个四大呀，越它扶持的功用来说，要彼此调和的正好，水也不能太多，火也不能太多啊，地也正好，不多不少，风也正好适用，不多不少啊，这样子就有互相扶持，有健康的身体。假如四大不调的话，或者是水大正强，不行了，身体水太多了，生病啊；火大不调，发高烧，生病啊；风大不调，风太多了，喘气等等啊。那么地大不调，地大正强，身体笨重，苦恼生了。所以这个四大彼此的性格不同，常常互相违背，而引起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啊，有生老病死的痛苦的。所以接下去就说无常老病啊，不与人齐啊，说这个身体呀，啊，是无常老病不与人齐的。无常
说浅白一点，就是死的代名词了。无常啊，就是死的代名词啊。无常老病就是老病死，说简单一点就是老病死。因为他这个文法的配合的关系呀、啊，他不能只写老病死啊。如果写成老病死不与人齐，这个文法就不雅了，不好听啊。写成无常老病不与人齐啊，配合下面的朝春既亡啊，刹那易逝，这个文法就很漂亮啊，这文法写得很顺，很好读。所以这个无常就是死啊，但是按照经论里面说，无常有三种的意义。第一，念念坏灭无常啊。第二是和合离散无常。第三，毕竟如是无常啊。第一就是越这个时间最短呐、啊，刹那刹那生生灭灭没有停，生而又灭，灭而又生，生灭不停，这就是刹那变幻啊。这个念念之中在哪里变换，时间很短，念念在变，这个叫做念念啊，坏灭无常。这个道理在前面也曾讲过了啊。那么无常的意义并不是说等到死才无常，现在这个身体啊，生老病死，生住意灭啊，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这个期间几十年间啊，天天都在变，天天都在变啊，自己不知道，实际上天天都在变啊。我们人呢、啊、彼此如果久没有见面，一见到面的时候，彼此总是要自我安慰一番，说好听话。例如我天天在基隆啊，这个参加道元老法师的圆寂之后的苦逼传供大典，有好多很久没有看到的，甚至十年二十年之前啊看到一次之后，一直到这一次才看到的，彼此见面呢都会说一些彼此自我安慰的话。一见面就说，哦，很好啊，你不会老啊，啊，你还是从前一样啊，我看老啊，啊，实际上不晓得老的多少了。啊，那么彼此都会说这个好听话，自我安慰，哦，你讲话呢，你不会老哦，嗯，实际上不想得老的都少了，啊，那么这样子安慰一番呢、啊、好像说得蛮好听，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不晓得老了都少了。我听到人家说，啊，你讲话你不会老哦，啊，实际上自己是知道老了都少，这是时时在变迁啊。还有一个活或离散无常，这就是指的死了啊。因为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因缘尽了就离开，就散灭啊。四大归元就无常来了，就死了啊。这就叫做活或离散无常。世间有为之法，万物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人生有生老病死，必定是无常的，不能永久的。所以因明论说，凡所作性啊，皆是无常，只是有为之法有所作的，通通都是无常的。这毕竟如是无常，一切法究竟是无常的，除掉出世间的涅槃之外，没有一法不是无常啊。那么这个无常就是不能永久常在。而我们这个身体呢，由老而病，由病而死，就是无常。但是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假如事先能够知道的话，
那比较好办一点。可是呢，无常劳病不与人齐啊，不与人齐，齐是定齐的啊，没有定齐，突然之间就到了啊，谁知道无常什么时候来啊？老它是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慢慢会老，这个可以知道的啊。什么时候会生病自己也不会知道，不过生病如果还没死的话，自己还是知道，勉强可以是始终的。可是一旦无常来了，就要离开人间了，而且这个无常呢没有定期啊，就是世俗话所说的我发现我发现呀啊，就这个意思啊，自己没有办法决定知道要活多少年呢、啊？啊，我们要活多少年，不得而知。如果说你能够活到120岁，看起来还有好多，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赵都禅师，他住世120年，活到120岁，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也是活到120岁，可是，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几位而已，能够活得那么长久的实际上是很少很少。现代人如果能够活到80-90岁啊，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古代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了啊，不管他活多少岁，反正是无常的，而无常什么时候来没有定期啊，不与人齐，没有跟人家定期限，不与人齐，无常没有跟人家定期限，无常什么时候回来谁也不知道啊，所以也有啊年纪很轻无常就来的啊，因为这个没有一定的啊，不可能知道的，所以叫做无常劳病不与人齐。说到最严重，也可能是朝存夕亡，白天是朝，存是存在，也许白天还存在，到了晚上无常就来，就死亡了。有人在睡觉，明天就爬不起来了，睡觉就睡死了。这种情况是有的。不久之前我才听到一个人，也不过是40几岁，也没有病，好好的一睡到了天亮没有起来，8-9点钟都没起来，亲族们去找他去扶轿都没有反应，把门打开一看，躺在床上不动了，叫也不应了，把被条翻开已经凉了，整个都凉了，那么不晓得死掉多久了，这就是朝存夕亡，夕就是晚上啊，说不定白天存在，到了晚上就离开人间了，因为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的，参拿意识，意识不同，转世了，参拿是最短的时间。很可能以最短的时间就变个来世，就是来生了啊，伏羲一段就是来世，很可怕的，无常时时刻刻都会来的，所以世人已过命运水点呢啊，这个生死四大无常尽说，显示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无常要来很快，不晓得在什么时候，谁也没有办法做主的。那么这种情况单这样说恐怕还不明白，所以祖师拿出4种的比方来使人容易明白。所以下文说，比如春霜小露，树复即无暗树锦藤，其能长久，这是4种比方。春霜一种，小露第二个，暗寿
第三种，仅同第四种。比是比，比方，如好像，我们人事无常的情况好像春霜，春天的霜啊很容易就化掉了，冬天的霜可能还有比较支持多久一点，因为太阳不大，春天太阳大，而且又不那么冷了。春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霜啊，如果有霜的时候，太阳一出就化掉了，就没了。这春天的霜消得特别快，显示无常快的意思。小路小，天亮，天亮，天亮看到树叶子的露水，树叶子上的一点露水，这个露水一点点，太阳一晒就干掉了。那么人命无常的情况也跟那个露水一样，这两种容易明白。春霜一消，露水一干，很容易就干掉了。对，束缚即无，束缚很快，一下子就没了，无就是没有了。春霜小露很快就没有了，暖气一来，太阳一出就消灭了，束缚即无，很快就没有。暗受仅同，岂能长久？暗受，暗，岸边呢、啊，像这个海岸哦，海岸，比如说下面是海啊，这是墙壁啊，斜壁，斜壁。像这个岸边，如果这里长一棵树，这个岸边，这个岸哈，这是墙壁啊，就这样，石壁吧，石头的石壁啊。那么这个石头泥巴有突出的地方，这里长一棵树，这里长一棵树，下面是个海水，或者悬崖斜壁。那么这棵树虽然长得再大，没有多大的用处的，风一吹就倒下去。为什么？它一边靠没有靠的地方啊，下面就是结壁了，就是这么一点点土啊，它没有办法支持多久的啊。不要说是大台风啊，稍稍有风一吹就倒下来了，显示这个岸边之兽啊容易推倒，容易推倒。人生无常的情况也像那个岸边之兽一样，很快就会被推倒的啊，就会被消灭掉的。这是显示无常迅速的情况。还有暗受仅同都不能长久的，现在这个仅同的意义比较长，这是一个佛经里面说的一种比喻啊。在大集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被两个醉象，黄象，印度很多象啊，鼻子长长的那个象，这个黄象来追他，要伤害他。这个人没有路跑了，跑到前面去啊，路边正好有一个孤井，有一个井啊，圆圆的水井，而这个水井旁边有一棵树，一棵树。而这个兽枝上面正好是到这个井，比如说这个水井嘛，水井旁边有一棵兽，这棵兽上面呢这个兽枝啊弯到这个水井这边来，而正好这个兽枝这边呢有一个藤顶啊，藤啊，有这个草藤啊，从这个兽枝一直下去，下到这个孤井啊，到井里面，到水井里面，这个藤还不算小，一直到水井里面啊。那么这个人没有路跑了，没有路跑，这个象来了，你跑也没用啊，很危险的。那么他只好啊，看到这个井里面可以藏起来，藏起来怎么下去呢？正好这个藤啊，顶啊，那个藤会抓住那个藤下去。那么他就跟着这个藤啊，抓住那个藤慢慢下去，下到这个井里面，让这个黄象看不到，就不会伤害他了啊。那么他下去之后呢，才发现更危险了。这个黄象，两个黄象在外边啊，
他出来也死，但是这个水井里面呢，水井下面有三个毒龙，四个毒蛇，在哪里要伤害他。锅井里面三个毒龙张牙舞爪在这个井底下啊，而这个井的周围呢，井的周围啊有四个毒蛇，四个毒蛇要咬他，更危险了。而且他搬的那个藤子啊，这个藤的上端呢、啊、有两个老鼠在咬那个藤，一个白的一个黑的，白黑两个老鼠在咬那个藤，就是不被这个毒龙毒蛇咬死，那个老鼠咬那个藤，藤一断也会掉下去，也没有命，很危险呐、啊。下面三毒龙，周围四毒蛇，上面黑的白的两个老鼠在咬那个藤，啊，还有这个两个狂象在井边，啊，在等住，很危险。这很危险的时候，正好上面呢有蜜蜂，这个兽上面有蜜蜂，啊，做蜂蜜的那个蜜蜂啊，这个蜜蜂正好有这个蜂蜜啊掉下来，他往上看的时候啊，这个蜜蜂的蜜正好掉到他的嘴里。掉到他的嘴里，好甜哦！他知道那个蜂蜜好甜，有五滴的蜂蜜到他嘴里，他一揪，好甜好甜的蜜，忘掉那个危险的情况，啊！我们众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危险的情况。那么他这个比方什么意思呢？下面的三毒龙啊，就是贪嗔痴，啊。不是外边的了，都是心里面的东西了，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四毒蛇呢，就是地水火风，就是地水火风啊。我们是四大地水火风所组织而成的，就是四毒蛇啊，地水火风。而这个上面有两只老鼠咬着那个藤呢，白的就是太阳，黑的是月亮，就是光阴，光阴呐、啊，光阴似箭催人老啊，啊，那个藤呢，藤就是命根，命根，生命金呐、啊，哦，命根，那个藤就比方我们的命根，这个命根被这个光阴一吹呀、啊，很快就会断掉，啊，无常一来就要死掉吗？就要断掉，很危险了。那么也是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他享受这个五滴的蜂蜜啊，忘掉危险了。那五滴的蜂蜜就是五欲，财色名食睡五欲，众生贪着这个五欲的享受啊，忘掉外面有狂象，内面有三毒龙四毒蛇啊，而且上面有黑白二愁，通通忘掉啊。那么他就贪着世间的五欲呀、啊，等到无常来才觉得痛苦，太迟了，太迟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井里面的藤，你掉在这个藤上啊，那怎么能够持久呢？是不能持久的。到井里面去啊，那就是表示无常啊。你跑到这个无常的范围里面去，那是没有办法啊跑出来的。那个两个狂象罪象，就比方生死，生死啊，一个是生，一个是死啊，生死狂象在追逐我们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井藤，水井里面的藤，你搬住这个藤能长久吗？不能长久的啊！这就显示这个无常的情况相当可怕啊！这只是说明啊，别显色身之犯。我们有了这个身体，生老病死，无常快来，刹那意识相当可怕的，念念迅速，一刹那间转心。即是来生，何乃厌然空歌？这是第三段，解释生灭实数，总结
显示生灭很快啊，很迅速就会到来啊，皆是生灭时速。这个道理说不完呢、啊、我看就下次讲吧。今天就讲到这个暗受锦藤岂能长久，讲到这里为止。